种娇小可爱型的，对不对？是，这就是没有很高的那种。他们都来跟我，很羡慕你这种身材。真的吗？你看，像我这种身材，这管这大长的，我高跟鞋轻穿，是不是快要180哦？我今天是穿还好吧？穿比较低的。我那穿什么16公分的高跟鞋，我就看起来很高很高，就会很壮。然后你看怎样？壮是不至于，但是很高，就很高。像我这样乐开有无？然后你看怎样？我18岁那一年，18岁那一年，是就有人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妹妹你几岁啊？”嘿，然后我讲啊，我今年18岁啊。是，对哦。然后就跟我讲：“嘿，你壮了。”你看高的人就是有这个缺点，就是看起来比较成熟，很成熟。对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娇小可爱的人，就是看起来气也无毛，小辣椒的，就是看起来就很可爱，然后永远就像永远都像18岁。干没？今天长你紧，长你凹，一万都没改变。真的吗？像我们就很不吃香。会吗？会，而且还好。你看他谁料管哥的都拍成男朋友的样子，不会啦，真正都拍成，因为要找到有没有比我跟他管的180的，真的很少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很少，很难找，一定可以找得到的。重点是你若无到180，我就无法。哇，结婚结婚，我的头家都有够管啊，头家有吗？头尾的老是讲你几公分。好，安尼写晒，安尼符合，有符合我的标准。就是男朋友哪垂呢？最少一定要178公分哦，至少，那就是要把它定在180。因为哎、欸，我还当起高跟鞋啊，哦对，不然如果它只有170几公分，我高跟鞋穿起来就比它高啊，哦对，所以就袂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择偶的标准算蛮高，在180，都太垂，你不会啦。有身边长180公分的亚青，举手、啊、你要报名，你要报名当我男朋友是吗？我的择偶标准很高哦，你敢计算外表？哇，这个话语很深哎、欸，你敢计算外表？开玩笑了、嗯。好，那紧接着让我们的小飞美女跟来介绍安排哦，狼撸奶撸贼料，介绍安排热情的沙漠，谢谢。好，安排这首热情的沙漠，一同欣赏，谢谢。耶、yeah!，See you。沙漠，三月千鸟忙动，也会躲着我，它也会把我身旁爱情里过冬。沙漠有鸟忙动，永远不寂寞，陪每年青春的花朵们。我在高山唱，你在琴弦歌，它在那沙漠里低下黑夜根。节目主持人，好想打两下，给你打，很性感，只有你在
妹美女一连串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分享给我现场所有的好朋友。而现在呢，要邀请的是这个我们。